您推荐一个防腿的方法。不成日唔喐都好麻煩，啲血氣喐唔到。打起嚟好。都好勤同佢按摩咯，係嘛？那个也有能量啊，那是吃屎啊。你这个你也在家可以做这个哪一个吃屎、啊、把你们自己过去有一些不好的记忆洗去是是 emotional 的、啊自己做吗？这可以，我也是叫人家替你这样子，十次从头到尾，嗯哼，这样子。那用磁石还是用手就可以了？磁石、那个冰箱外面哪个都可以。那个、吸那个贴 memo 的那个。是不必买到这个这样的东西。你现在有这个也很好了。那冰箱那个一片就这样划过去，划、过去。你不要都是这样子从头到尾，然后从头到尾，不要从下面上去。你有空也可以跟你妈做这个。你如果有时间，你咪又去播做。正面、背面，正面、背面都做。是正面。背面。啊，通常都是背面，通常都是背面。自己没办法做背面，就把那个磁石贴在墙上，然后这样滑滑滑也可以吧。这样子整个可以从头到尾，从蹲下去这样。蹲下去也不是了，不要了，从这里开始。比如说贴在这里，然后从这里这样滑上去。就是从下面咯，你从贴这里，所以有人给你做，因为很快也不是不方便。你好似我头先咁样你碌嗰叫佢连埋嗰四句啊，啲嚟咯。转。你们这样做过以后，有感觉，一个很负面的人变得很正面。depression 通常是忧郁症的。忧郁症的。去做这个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没有副作用。嗯 哼。对不对？也不花钱嘛。嗯 哼。你可以在家里随便找一个磁石来做嘛。每天做一趟。你没有那么忧郁啊。其实通常它很快就有效果，可是如果就是说如果你因为人嘛他也有自主嘛，如果你常常也是偏向负向的，所以他有回到原点，你知道吗我意思吗？好像你骨头啊卡掉，然后他好像很容易有靠在那个位置，所以有时候你觉得有问题你可以做，可是最主要都是你自己那个常常有一个 awareness， 有一个awareness 是什么？意识到，意识到，对，意识到你自己有这个负面的情绪，对对对。其实你不用磁石，如果你常意识到，你就改不来也可以。对啊，那是有意识的，那必须这个人很有意识啊，很自觉，他才会。那如果说一个很自觉的人，他大概也不至于会一直在忧郁里面。对 对， 对，你讲的对，这也是功课。
是那些忧郁的人，他没有可以谋办法，可以谋办法去累，就有那个方法，帮一帮佢咯。不过最后尾，其实所有病都系靠自己。但系可能诶，呢个方法可以用外面嘅力量去帮佢，可以帮到。不过最后尾都系靠自己啦，系咪，丹尼？嗯哼哼，其实我哋嘅问题。是啊，我咪清洗緊咯，依家我又清洗緊，所以係咩？其實叫你睇嗰本《靈極限》。係我睇見咯，佢講係我哋其他嘅人，我哋因為我哋要負責。你等佢講埋先，睇下佢聽，睇下佢知道幾多。我睇咗，睇一部分。啊！我睇見佢講，我哋同佢冇關係嘅人，好似嗰個醫生講，佢去到嗰、那個精神嘅病院，但係佢咧，佢又冇接觸到佢哋，但係咧佢就心裏頭想呢啲四句話，但係咧最後佢哋都通通都heal 咯，通通都冇問題咯。咁佢嘅意思咧就係講佢唔知道係咩原因嚟到有呢個姻緣啦。嚟到佢哋呢中間，咁一定有一個安排嘅，所以佢就雖然佢唔認識佢哋，但係佢都係做咗嗰個四句話講嚟對佢哋講，咁結果咧都係有效嘅。咁我睇嗰個書嘅想法咧，就係講，因為你嚟到嗰、那個呢啲人嘅中間咧，你有啲感覺就係你心裏頭有咩負面嘅思想俾勾引起嚟，就表示你同佢有相同嘅問題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你就做自身嘅工作。咁你自己嘅問題消除咗以後咧，咁對方嘅都係冇嗰個 interact， 佢就消失。書係咁。即係佢嘅問題，即係你嘅問題啦。係佢嘅意思講，佢嘅係問題咧，就係你心裏頭、你身體裏頭嘅問題，所以你把你自己你。知道是这个问题，你就把你自己的消除了以后呢，就对方的那个那个部分呢就消失。他是一个 pair。 你有没有 relate 到跟你妈妈，就是这一部分我relate 到他呢，我觉得都是有的。那如果说这个滑了几遍忘了，哎呀，到底第几遍？那怎么办？重新来过。真的吗？对，现在多少遍？我不知道。超过十遍了。超过十遍了。再敲敲。超过了。我是想多多益善嘛，但几遍都冇办法，一定要做十遍咩？唔系。清楚了。你里面内心有个墙，现在跟你清迷的内心的墙。OK。Thank you.